空军军演不断，国军也不松懈。今天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进行演训，出动了 F-51 还有 F-5F 战机起飞，三架是挂上了火箭发射筒升空。那么根据了军事迷的说法，当中一架银色的 F-5F 双人战机一直是模拟共军的假想战机，而这次呢吊挂的火箭发射筒因为平时很少见，也让军事迷直说真的是大开眼界。